此即说佛道旷寂，以孝为宗，孝该万行，以慈为要，慈心三昧之力，毒药可贵甘露，刀杖化为天华，成就洁浊之良药，解冤业之神咒也。呜呼！四大同体，觉性无差，何彼何我？孰怨孰亲？由迷强故，恒记是非；由执重故，妄成增爱。爱则相生不断，增则相害不息。顺则增复成爱，逆则爱复成增，增爱必来。怨亲互作，别业同造，结感刀兵，设不修行大慈，何以济资大难？臣能设七境以细心，失三乐而掉意，乃至上怨缘中，欲以上乐，心生喜悦，无复及恼，以此定向刀山，刀山必折；以此定向火汤，火汤必灭。故知普门究竟无畏神力，不离无人现前一念慈心也。设满言服人，尽修此慈心三昧，娑婆不及转为净土者。三世诸佛即为狂语，纵大地造沙，一人独修此，一人未尝不读的清态也。为智者能深信之。念佛三昧说，全程张协之，树乃翁与恒，生平实行，临终念佛作事，及其先慈无硕人的秉归戒，正念善终因缘，起语一言，庄严净土，净明经语，若欲净土，当净其心。二仙尊心既净矣，土安得不净乎？且居士孝思不愧，身向法门，心又净矣，土安得不加净乎？是何似语言？而语始可以言也。妙宗超云：五浊清则同居土净，体空巧方便土净，圆三观实报土净，就近正寂光土净。夫净土之道，若大陆然，故不难知；净土之理，若大海然，岂一蹴净乎？令仙人五浊习清，同居之境，盖可避也。至于净方便时报寂光，善计善术，全赖君之孝思。居士但地审地观此一念孝思，在内邪，在外在中贤邪，过去邪，现在未来邪，青黄赤白邪，长短方圆邪，自身邪，他生共生无因生邪，有邪无邪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邪，如是观己，于心魔所取，于法魔所者，乐之孝思，当体即空即假即中，即空故见思净，即假故尘沙净，即中故无明净，
三或禁锢，三吐亦禁，自心三吐禁，故父母三吐随禁，以无心外之父母故。如观一念孝思，任欲能尽三过，观一切善念，一切恶念，一切无忌念，亦复如是。是名觉意三昧，亦名念佛三昧，以知自心即空的见化身佛，知自心即假的见报身佛，知自心即中的见法身佛。如观自心能见三佛，则念三佛亦即显发自心三德，故曰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；观佛实相，观身亦然。身佛不二，复自一体，能度所度，具不思议。圣无曰：但向父母未生前见取也。饶你说各父母未生，早已有无边生死，而只向现前一念去破，何尝是父母生的？故曰：时事古今，始终不离于当念，了却目前，更无甚法深思之。欲连说一名求生净土诀。鬼未冬，与弘法华于普德李石兰居士，望其始觉，最先皈依，时有求子凡情，与名曰净欲，月三年，则转其求子之心，塑佛像朝夕练目，一意求生净土矣。欲语之曰：世贤生欲，浓血杂乱，安得称净？为莲华化身，乃真净欲。居士当别号运莲，与更请以要诀劝焉。古人为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依不生极乐。居士既不求子，则爱已轻；又能塑佛，则念已依，乃更有要诀者。盖莫切于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二语也。夫旃檀不过是贤木耳，烧则成灰，雕则成像，岂非随心所作乎？既成像矣，朝夕礼拜旃对，朝夕在心目中，心外无佛，岂非即心而是乎？若知所雕佛像的心作心事，则知极乐弥陀亦的心作心事也。若知极乐弥陀心作心事，则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亦的心作心事也。若知一切诸佛心作心事，则知一切净土亦的心作心事也。以为心净因，欲为心净果，无生而生，生即无生。操此劝而犹堕已沉，断不可得。悟此觉而犹未净土法门，不至圆顿，犹不可得矣。臣子法名真朗，法号自昭说。诗曰：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
夫身非七尺肉团之位也。圣人以天下为一身，以万古为一席，故必天地位，万物欲，而后谓之保身。大学明明得于天下，论语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，皆此理也。王阳明超汉宋诸儒，直接孔颜心学，一生是人，唯有致良知三字。良知者，性德淋漓之体。大学之所谓明德，论语之所谓己，诗之所谓身也。智者，称性元照之功。大学之所谓明，论语之所谓克，诗之所谓宝也。苟不悟良知，则何所用其智？苟不用智之之功，则良知何由全体显现得大受用？故吾命汝名曰真老，即直指汝良知本体，欲汝全性起修也。又命号曰自招，欲汝念念至其良知，不向外求，全修在性也。果能顾名思义。河南县张瑶江祖树诸寺，又贺南远溯西河，朝宗于湘水大海也哉。法器说，迎天地贤，皆气也。天为父气，德为载气，日月为照明之气，虚空为容受之气。夫谁为不气者？其为形而上者乎？然形而上者，始离于天地日月虚空万物，不己为兔角龟毛哉？纵天地日月虚空万物外，果别有一法，名之曰道。其谁见闻之？设可见闻，又一气而已矣。何名不气？吾是以知行而上者谓气即不气，气即不气，乃可称法气耳。自以四交，闻行中性，闻行中性，古之学者以之为道，今之学者以之为气。颜子博闻曰礼，而欲从莫由，则贺气非道，由求赤各得其篇，而富强礼乐，则贺道非气，唯无佛门亦然。三藏十二部，佛之以文教也；四等六度，佛之以行教也。至诚心身心，回向发愿心，佛之以中性教也。闻为般若得，行为解脱得，中性为法身得。般若有三，为文字、观照、实相，亦三德也。解脱有三，为性净、缘净、方便净，亦三德也。法身有三，为自性、受用、变化，亦三德也。三三不畏多，一三不畏少，不纵横，不并别，随念一法，诸法顿彰，何气而非道？何道而不具足一切气？
先如未悟故疑太极，太极本无极，数机尽之，盖以太极为太极，则太极亦一气矣。知太极之本无极，而物物无非太极，则物物无非道矣。以此持戒，名无上戒；以此念佛，名无上禅；以此乐教，名甚深般若；以此礼拜持诵作诸善事，名普贤行门。将此随类度身，名游戏神通。若未悟此，而勤修行门，知名有漏有位。若离诸行门，而别求向上依者，知名龟毛兔脚，亦名捉影不虚。故不曰不弃，而曰法弃。夫弃以法称，不逃空于气外，不举有于气中，非有非空，超诸细论，真如邪，真佛邪，无不得而屈局之矣。圣学说，佛祖圣贤之学，无他求尽其心而已。尽其心者，不于心外别立一法，不于心内欠缺一法。是故谓子成弟友，只效忠顺性，充恻隐慈让修恶是非之心。而人亦理智不可慎用，造次颠沛弊于世，可以久除曰常处乐，皆由乐达心外无法故也。六祖云：法法皆通，法法皆备，而无一法可得，名最上乘。今人甫欲通备一切法，必舍自心而求诸外。甫说法皆无实，必固守痴顽，而不知极尽练心，无怪乎不堕之迷之学，便落暗证之坑也。夫不知万法为心，犯求诸事事物物，安得不往？不知心具万法，独取一朝朝零零，安得不殆？皆皆朝朝临临，尚不可取，况昏昏默默哉？真至佛祖圣贤者，素未而行，不愿乎外。凡富贵贫贱种种境缘，皆大如备，一切时中，动心忍性，增益不能。然后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，威武不屈，如松波亭亭独秀于霜雪前，而天地之心赖此见矣。吾非如是真否？今日尽皆扫地，良由学儒者即富贵，学佛者在利民，原无佛祖圣贤经奇，故学问操履行门，皆是助其虚妄。如良田然，种未植，有未雨，而灌以奋溢，亦增无秽而已。学者但向心田中保护菩提家苗，山亦名利有草，随时盖灌，勿住勿忘，守到白露秋分，自见秀而且实。至于旱则车水，撩则开渠，虽神农复兴，
亦不能使碎石无憾了也。以此方便，自养善根，令成熟度脱，便贪以四息谈异物，令其翻翻种熟脱，敬畏来计，摩所不度，而吃景观药，只在今日最初一步，盖南其原则步步进处，北其原则越趋越远，纵能久后觉悟改折，不为所伤计多，一往却多少功夫，岂不可惜？此苦口良药，勿但作文字看过，道理解过，直滴滴入口，从咽喉灌入脏腑，365节，84000毛窍，皆为药味所透，数积业已。借疑问，人之杀生之业最惨，不知邪淫业有惨也；人之杀生之报最酷，不知邪淫报有酷也。盖种种受身，照观淫欲，种种造罪，脱因有身，淫为身本，身为罪本，是故三途俱苦，人是愚殃，淫亦才蒙，一切俱起，淫习难断，如火燎原，余极臭处，谬味香美，余极秽处，谬味洁净，随处苟合，何益处生，非道染处，过于鸡犬，此在稍有良心者，便应痛绝，奈何聪明学识之事，甘此丧心无耻邪，一念欲心，是铁床同柱阴，一念爱心，是饥寒兼兵阴，况具行非法，灭理乱常，尘沙劫数，不足尽其辜，千万一言，不足数其恶，须发大惭惧，大誓愿，宁火炙刀弯，终不与一切男女欲心相处，宁碎身本骨，终不与一切男女污秽交媾，设妄正念，更犯前非，必遭毒害横灾，深深陷入地狱，以资猛绝，善自要心，时时忏除妄业，切切悔过自新，数百法可修，而又勤观经论格言，以测废妄，精修对治观行，以除毒本，不然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必落魔道，永无出奇。审视智变聪，曾非大器，随业直坠，百劫千身，受诸烧煮，尚不成魔，安能成佛？尚失人道，安能往生？请于静时仔细思之，于对镜努力防之，不然诸佛无下手处，善有其奈尔何哉？劝诫沙文，自佛法东流，人之杀生未守戒，垂未劝戒，充盈激动矣，而犹多未悟者，冤业虚妄结集，不能顿解也。
经云：出生摩他，即佛出世，不可除灭。呜呼！猛猛思事，江鹤底疾，沙叶季后，结成刀兵，寇贼纷然，干戈不息。世家往矣，弥勒未生，设欲拯救，唯力修奢摩他耳。奢摩他此番妙旨，止一切恶，从止杀始。若能止杀，即是止一切恶。又止有三义，一体真止，观此身为四大合成，毫无实我可得。我既无实，何得杀彼身以养之？彼我皆无实，即是同体，何忍杀之？二方便随缘止。观一切灵蠢无始以来，恒与我互作父母妻子亲缘眷属，随业改行，所以不食。若杀害之，是杀我过去六亲也。安得不种种方便而救护之？三其二边分别止。若但观身空，悲心不赤，但观原属，慈心未周，今直观蠢动寒灵，皆有佛性，皆得作佛。无论大小身降，本觉平等，终无有二。诸牙中现化佛，隔离中现大事，毒蛇闻迹而转身正果，因五念佛而焚的舍利，当知冤非如动，鳞甲羽毛，或是过去诸佛，或现在如来，或未来世尊，那有可杀之理？能修此三止，即成三慈。三慈既成，名佛出世，一人修之，转化多人；多人修之，转化无尽，传传广化，普遍十方。数罪惨杀业可停，刀兵劫浊可救也。修缘性杀离，又持斋戒。鬼有孤蒙一时肉想，梦至阴府，被箭杀身者受报处毒，历历分明，乃革心自始。盖以身之祸患，方敢孜孜劝人，与未生其说而讲助之。普愿人人君子，体天地好生之德，推圣贤恻隐之心，必使杀机永断，天下归人。而又念娑婆之苦空，弃乐邦之常境，一念十念，贤章三观妙修，自戒戒他，悉合三慈妙行，至观不二，福慧俱重，虚妄结业，如汤消雪，则释迦含笑于寂光，弥勒受手于兜率，无量寿在其顶门。观世因为其甚有意，会应四放生摄普劝戒杀念佛文。夫物虽至为，未有不贪生恶死者。此贪生恶死之心，全是凡惑，亦全是灵知灵觉所发现也。无人贪生恶死，
情与物同，苟充此情，所欲与共，所恶勿施，安得不是灵之灵觉？苟昧此情，但知我身可贪，不知他亦贪生，我死可恶，不知他亦饿死，安得不是烦惑？是故若欲放生，先须戒杀，欲拔生死烦惑，必须身心念佛。身心者，自救救他之心；佛者，灵之灵觉之极致。身心念佛者，以自救救他之心，弃于灵之灵觉之极致。令若自若他，念念解脱者也。以此为正行，以不杀大悲放生大慈助言之，必生极乐，莲华化现，永脱轮回之苦。所以修坛禅友、公路居士等，尽心竭力，普皆劝请也。有缘遇此佛徒，便请专精受持，辗转劝人，功德犹未不可思议。当知身佛同体，佛者无上众生，众生者即未来诸佛。一念一切念，一切念一念可也。灵峰偶益大师宗论卷第四之二。